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我觉得今天我还是带来一期魔剑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唯一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有投篮的中锋，所以说今天做一个能投篮、能防守、能篮下扣的中锋，代表人物就是恩比德、唐斯和安东尼·戴维斯。这几个魔剑呢，也是兄弟们问的比较多的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建模，技术特点，选择锁防加投射，身体素质，速度最快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加点，终结除了背身勾手以外全部加满。然后我们最后卡下徽章，投篮除了罚球以外全部加满，罚球也不差，73。然后防守篮板除了外线防守抢断以外全部加满。体型精瘦，身高2米11，体重111千克，臂展217厘米，能保证中投有78，然后三分有73。主宰选择投射，你创建了篮板型防守悍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